哇 ，fight， 公斤，哇，160出头的小个儿，107公斤，这不能看了，花了这几年的时间，对，花了这几年时间降下来了，他本身就容易胖，好，现在他在泰国训练。那话说了，那个我们的史蒂夫，他不怕对方摄像头的，因为呢，每个对手都比他个高，每个人都给他来个摄像头，习惯了，习惯了，习惯。变线踢把他学起来了，对，这球漂亮，有，因为他在这个西迪塞的拳馆训练，他们那边有很多世界闻名的。重阳场场 KO， 哇！比赛进行到第一局2分01秒，红方 KO 对手，比赛结果红方胜。Red corner wins。